好，日起步紅紅稍慢啊，咁啊前面快啲嘅馬啦，見到外邊位置有響有上啊，咁啊再見到中間如真如假啦，最出嗰只就上教啦，中間紅帽咧咁啊騎埋上去，仲有佳旺財啊，內欄第五位嘅馬咧就有呢只大熱門嘅只多姿多財啊，再喺後邊嘅馬埋到嚟二搭喎，咁啊有呢只就大運舞台響第六啦，內欄第七金剛石啊，再有啲嘅馬有呢只滿貫動力啦，咁啊赤電神驅啦，後邊三隻活力長勝啊，換得好，依家係尾二橙衫橙帽嘅，包尾嗰只係紅紅嚟噶。好啦，過埋呢個六百米段處啦，如真如假帶頭出邊有響有上啊，三搭外邊就上教啊，內欄紅衫嗰只咧就係呢只多姿多財噶啦，中間第五位紅帽係佳旺財啊，內欄第六位藍衫藍帽嗰只咧仲有呢只金剛石啦，攞出去就大運舞台啊，最出嗰只就係呢只換得好啊，入正最後直路啦，如真如假少少西咗出去，拱埋只咧就有響有上出去，咁啊原欄慢慢上啲嘅馬匹，仲有呢只多姿多財啊，最出大運舞台上嚟好勁啊！呢幾步最後五十米都如真如假透出，但係埋邊多姿多財已經將佢趕過，外邊位置仲有大運舞台，結果咧就係呢只多姿多財贏啊，跑第二名嘅馬。外邊係嗰只大運舞台啊，咁啊中間就如真如假啦，跑第四名係有響有上啊，都係一眾前置馬會較為著數，而呢只多姿多財亦都係跑到啱曬嚟贏啊，大運舞台是少少啦，跑翻個第二，咁啊如真如假跑第三、第四名有響有上，出閘都幾順利，上嚟千二，多姿多財判頓贏馬，大運舞台。